扯不到他是真的假的原因了。是东风光影列车长的112年了。112年。1月19号，这是胡琏将军纪念。享年70岁。10:05。还是胡伯宇啊，将军就我们俗称金门现代恩主的老胡琏，他比较像文人将军。然后楼上有他的。他的那些地方作战会议室啊，那种卧室有没有睡觉的地方。首先台阶，对，还有个，这就是那个当年的作战会议室。刘云汉少将、李树兰师长都是，他还坐在这边，而且是白日坐板凳。乙军少将、将军司令官就是胡琏，你们防卫部司令官胡琏。你们看到哈，对吧？就是。看到吗？这边有说明图。列屿有没有？古文大小金门。啊，什么萧瑞少将、高奎元哦，师长18军师长，2014师长的郑国少、刘鼎汉11师。啊，这是古什么战斗经过要图的。好了，如果喜欢片，可以麻烦你们多多点我们大橘网片，感谢各位支持，再见了，拜拜。水上餐有没有翠谷水上餐厅？然后是胡伯玉纪念馆，啊，明德大楼。公园、南坑道建坛、晴天厅有吗？晴天，风，它有发电。好了，如果你喜欢片，干嘛咱们多多点我们大橘网片，感谢大家，拜拜。10:17，哦，差不多，要结束导览行程了，对吧？是最后一站。然后这是他的办公室，有没有？好了，差不多下去吧。然后卧室睡觉，卧室就有办公室。差不多了，不过想听你妈的，你多多点我们大橘网片。胡琏将军内哦，任内政绩，真人。哦，蒋中正跟胡琏。没有重要的人他不，哎，重要人站不到。啊，谢谢各位，再见喽。就是这个蒋中正跟胡琏的合照。
OK， 分类整齐。好了，我也差不多就结束我的晴天山外线之旅，对吧？好久没来这种地方。那如果你想买个马掌门，多多对我们的脚。同学们，自在江湖，拜拜。谢谢观众，再见。绿玉盎然，对吧？嗯，对。那再见，拜拜。